牛。我玉米。牛又要吃玉米了，嘿嘿，不行，剪指甲了。嗯，蛋都哭了。哭了。这个牛鼻涕，这个拉倒。是不是？哭不？设计说他的衣服掉下去了，我给取上来。他还告诉我小心牛。这个是啊，红色的，然后这一群牛从这儿放着，牛不发疯，我拿下来不会吧？哎呀，就昨天下雨，晚上刮下来。牛也不发疯，人家该吃吃，该喝喝的。嗯，拿个红红。这尼泊尔的阿姨又开始她的保卫战了，保护农场。哎呀，这个牛确实是，他们要冲到这个栏杆太容易了。他们要垫上里面。这牛在尼泊尔就是神了，没人敢惹，也没人养。哪天打扫打扫下面的垃圾吧，可不是我们扔的啊，这都是有时候小孩啊，或者是在这过路的顺手的扔的。我们不喝这种瓶装水，在家里边不喝这种瓶装水。先找个麻袋捡一下。是，应该像这家似的，用铁丝网弄上，牛不好进。牛其实特别想进去，里面满满的诱惑。是，夸我这个串盘的好。他说自己来了，在这聊天。高富还没起床？起床呀。嗯，十点了。两点。撅着嘴困了。嗯，高兴。这种小路呢，你别觉得雨点掉你头上，感觉他就是小孩就撒尿了。嗯，啊，还在往上爬。他们说是公的，我看十分钟爬不上。他们尼泊尔人爬五分钟。那就开车能上去。这些印度人，我们都查了，他没有当车。打
WC 那吃设计吃吧吃 WC 你吃吧你上个 WC 下起来了这一下那咱们下下面那个吃下雨了我们先在这儿避雨吃点东西吃完饭再上吧也不雨要不停就明天再说上楼上了不就种咖啡了吗这个在燃烧的人写画的是吧嗯鱼尾风我刚去厕所了结果这儿没有除湿怎么还放在这儿呢这雨还下着烧鸡进来呀那雨多大呀你还在那儿站着这小姑娘搁的东西还拿这个扇布扇上弄个麻袋披着当雨衣哎估计11岁12岁左右哇这一晃烧鸡跑那儿去了咖喱味的咖啡啊里边放咖喱也行啊下着雨呢大冷天喝点这个咖喱玛莎拉的咖啡暖暖身子这雨下别开车了这雨下哎呀你这接水呢这是你打着伞把孩子送车去我们跑过去不敢走了太滑了这个还好雨停了啊买点面晚上吃凉面啊打卤面看好吃了